职业国标舞世界大赛台湾站将第七次在台北举办，世界顶尖的舞者都会来台共襄盛举。大会呢也邀请了艺人小贤担任青山大使。228是每一年哦，可以把这么多全世界的冠军，就是聚集在小巨蛋，因为平常你要看到他们的演出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难，因为是有积分赛，所以全世界的选手愿意为了这个积分赛一起飞过来。艺人小贤和国标舞老师大秀精彩舞技，为职业国标舞亚洲巡回赛台北站揭开序幕。目前已经有超过30多个国家、250队选手报名参赛。2月28号将在台北小巨蛋正式开跳，赛事总奖金超过台币330万元。